老师，各位居士，阿弥陀佛。好，我们今天讲成佛之道课诵本里面，课本里面的172页的最后一行寄送的文哈。那么相对到课判表里面的第十九页，那么是属于这个如何的出世。好，我们刚刚讲的这个世间流转的部分嘛，那如何的还灭？啊，如何的还灭呢？那么就要透过什么灭谛跟道谛，灭谛啊。那所以呢，在这个课判表第19页这里，啊，我们现在要讲的是什么？出世因果怎么样跳脱出来？啊，从流转那么能够怎样还灭？啊，流转门到什么还灭门？所以呢，在灭谛啊，在灭谛上面，我们就可以看。灭因灭于惑，惑灭则苦灭，解脱于痴爱，现证即灭乐。啊，现证即灭乐。好，所以这里就讲到说，所谓的灭啊，有两个意义啊，一个是属于灭除，第二个呢是即灭。所谓灭除，那是灭除什么苦痛的根源。啊，想让我们要知道苦痛的根源和从何而来啊，那么也才能够解脱生死的这种苦海啊，实现涅槃的极灭，涅槃啊。我们说极灭涅槃嘛哈，所以从这个灭除，所以先要怎样要能够灭除苦痛的根源啊，苦痛的根源。那么也才谈得上后面的极灭啊，啊，所以呢，透过这个灭除，那么就是要看它是怎样的一个循环啊，那么应该要从哪里去下手？所以呢，佛陀就告诉我们说，要灭除生死的大苦，那么就应该要怎样灭于惑。啊，应该要先灭于惑啊，在173页的倒数第6第六行嘛，对不对？啊，灭除生死之大苦，那么应该要先灭于什么惑，也就是所谓的烦恼。如果烦恼灭了，就不会再造作业力，那么甚至连过去的业力也会怎样呢？干枯无用啊，生死的苦果就会怎样彻底的灭除。啊，就会彻底的灭除。所以呢，这里也讲到烦恼的灭除也要从根本的烦恼去着手，好像是去砍伐一棵大树啊，只是剪剪枝叶呢，那么树依然是存活着。如果是断了根，纵然啊上面还会在这个长一些叶子啊，但是呢终究它的那个叶断了根之后就没有水分，那么大树砍断以后，其实它还会假活一段时间呢，啊，所以我们说，哎，从出果到四果，起码要七来生死啊，那么那个等于是假活的，是不是？啊，但它为什么还会这样子七来生死？其实也等于说，它还有这个过去的那个水还没有怎样枯干掉嘛，啊，所以还会呈现好像那个树还活着的样子。好多年前也曾经有这样的一个经验哈。那个在移植大树也是这样，从圆佛学院移植大树回来，啊，那你也把它种下去，但是因为它移植之前一定是断根嘛，对吧？来到这边，来到我们法源寺种下去的时候，它这个根没有长，在下面我们不知道它没有往下长，但是种下去，哎，也活了一段时间，我们以为它活了，啊，其实过了相当一段时间之后，发现哇，那个枝叶都在枯。这个水分都怎样被蒸发了，它下面的水分没有来源，因为它的根没有，哦，没有生根下去，没有跟这边的土壤水分结合在一起，所以终归呢它还是会啊枯干死亡的啊。所以呢这个要断烦恼也要断到什么根本烦恼啊。所以像所谓的随烦恼啊，甚至我们说唯识也讲，
根本烦恼之外有随烦恼，随烦恼里面还包括了有什么小随烦恼、中随烦恼到什么大随烦恼，是不是？所以这个随烦恼都还只是附带的，那根本烦恼才是重要的。所以呢，烦恼的根本呢，其实就是所谓的什么愚痴无明，愚痴无明，而且所谓的无明是明于无我的无明。就是搞不清楚，以为有我，名于无我，所以呢，会有染着于境界的一些贪爱，会有属于智的、属于行的，属于智慧上的，那么还有属于行为的里头的，所以呢，要先通达无我啊，要先透过智啊，在理上要先通达嘛。属于行的话呢，是适可慢慢修。听经闻法是不是先要通达我们的理路啊？所以呢，要先得到无我真智的什么气证啊？在理智上要先能够理解而接受，那么才可能从日常生活当中不断的去消除什么染爱的程度嘛。所以一个属于智，一个属于行。那我们先要从智来下手，是不是？先从智来下手，那适可慢慢修啊，所以呢，要透过这样子的一个方式哈，先从理上的通达，然后在事上的这个慢慢的去行持，那么也才算是解除，解除了所谓的贪爱的心，因为。在日常行为当中不断的去消除染爱嘛，所以我们说这样子才有机会怎样解脱于痴爱，解脱于痴爱啊，因为离无明故呢，那么慧得解脱嘛，离贪故呢，心得解脱啊，所以我们的这个根本烦恼，我们说贪嗔痴，对不对？里头尤其是什么贪跟痴啊，对不对？嗔还比较严重性没那么高，所以我们这里都可以看到，它往往都提到两个，一个就是愚痴的这个部分，还有什么贪的部分，所以能够离无明的话呢，那么慧能够得到解脱，但是要离到贪的话，心才得到解脱，所以呢，说解脱于痴爱，然后要解脱于痴爱，所以那么如何的解脱于痴爱呢？而获得所谓的涅槃寂静，那么其实在现实的生活里头也可以哈，不一定要等到死了以后才获得寂静涅槃。所以佛法说有所谓的有余涅槃跟什么无余涅槃嘛，对不对？什么叫有余涅槃呢？就是说我们纵然还有色身肉体的存在，但是我们精神上的可以先涅槃。所谓的无余涅槃是连色身肉体的这个生死都了了，那么叫无余涅槃，叫无余涅槃，所以我们可以先透过什么有余涅槃呢？现证极灭之乐，永生之年是不是我们还有色身肉体的存在啊？这是有余的，有余剩余的什么色身肉体嘛？但是我们可以现证涅槃之乐啊。那么也就是说在现实的生活当中所验证的可以去验证这份涅槃，比方说如果某某人骂我而我不在乎，我们所受到的伤害是不是少的？几乎是我越不在乎受的伤害是不是越少？我一点都不在乎，那就一点都没受到伤害嘛，对不对？我对外在的情况呢，我一点都不在乎的话，那也是一种涅槃的。偏偏我们是不是都很在乎啊，非常的在意，所以我们就会不得自在，是不是？我们经常都看人的脸色在过日子，对不对？看别人今天天气好不好，不是看自己天气好不好，看别人有没有黑个脸对我们。然后我们也跟着黑，对不对？我们的心跟他相应，那是我们自己怎样，心往外追逐嘛，
对不对？啊，所以就像前面讲到叫逐物流转，心外放的话，其实我们都难以得到自在。所以如果刚出学说哦，我跑很多很多道场，这个是难免啊。但是跑了一段时间以后，其实要慢慢选择道场，与自己相应相契的道场，好好的去用功，一个两个就够了，哦，不然你就会累死了。哦，要与没有绝对的好坏的道场哈，与自己相应相契的道场，一个它必须是正法的道场，它是契理的道场，之外其实是契机的问题啊。啊，你属于净土根基的，那你就要找净土道场啊，对不对？你属于要听经闻法的根基，那你就是要讲要透过什么讲经说法的道场。你属于禅定的根基，就要去找什么禅修的道场了。啊，你若根基跟道场的特质不相应，那不是道场好不好的问题，而是怎样，是不契机的问题。啊，但是先决条件啊，条件一定要怎样契理，正确的道场是很重要的。那你多跑几个地方，其实要找的是契机的道场，跟自己相应不相应。一旦能够相应一两个两三个就已经很够了，是不是够我们这一辈子修福修慧啊的一个修行的道场，那个资粮我们光是投入在一个两个三个后，到三个已经非常，两个就已经很累了啊。那一个呢，可能大家想哦，光一个好像不够，一下我会这样，一下会那样。那其实一个如果气理气机一个也够了，是不是？那个你才会觉得说我内心踏实下来，才会觉得是踏实的啊，而不是一直往外追逐。你一直往外追逐说我啊，人家现在都跑哪一家啊，我现在又跑哪一家，你就空是在那边跑来跑去啊啊，越往外追逐其实心越变难以得到安顿的啊。所以呢，这个并不是往外追逐，而是怎样收摄，收摄回来才有机会涅槃寂静。往外追逐一定是起伏躁动不安的，啊，必然的，啊，所以要现证即涅乐呢，那么也要透过对内心的，啊的那份收摄。所以我们说，主要其实是内心，啊。内心的烦恼能够消融，那么直觉啊，所以在这个174页的倒数二十第五行有没有？啊，倒数第六行好了，这个涅槃寂静呢，是现实所能够验证哦，是在现实生活当中就能够验证，不是要等到什么死了以后才能验证，不是。这是佛法的特色呢，啊，在现实的环境当中，所以我们说，这个俗中有真啊，真中有俗，是不是？啊，在世俗里头，是不是也含藏着真理啊？对不对？透过真理法则所现出来，就是一个世俗的现象啊，啊，所以这个是佛法的特色，啊，那么我们内心的烦恼如果能够消融了。直觉到什么无障无碍平等不动有没有啊？所以是透过平等啊，我们说我们如果愤愤不平的话呢，那么就起伏躁动不安啊。人的极静的一个先决条件必然是平等才可能啊，所以平等不动自在的圣境就叫做什么极念，就叫做极念啊。这个就好像从火宅当中逃脱出来哦，领略到外在啊，这个火宅之外呢，它是安全的，是清凉的。那也好像从凡嚣斗争当中跑出来，享受到和谐而平静的境界一样。所以在经论当中都会用极啊、静啊、妙啊、离啊来形容这种涅槃的境界。所以它不会是冲动的重的乐感，而是什么舍去烦恼重担而得来的清安自在，叫做离系之乐。
脱离幸福。我们的幸福在哪里啊？执着而引起来的无明烦恼啊。哦，我们的很多的重担呢，那么其实是在我们的我执上头。所以曾经看到一个小小的故事，给我很大的一个情绪。我说看到一个人背着一个包袱，非常的重重的，他整个弯腰驼背下来。等到靠近他，其实原来他在包袱里面所背的是一颗气球。我们是不是经常这样？我们比气球都还更轻耶，连气球都没看到，是不是？但是我们已经这样被压得弯腰驼背了，是不是？那是透过我们自我的什么那个执着所呈现出来的压力。我没有不执着，其实也没压力。哦，有自然就没有压力。哦，所以一旦不执着，就会有离系之乐，离系脱离系缚嘛。什么在束缚着我们啊？就是执着，透过执着而起了无明烦恼，啊，而痛苦轮回生死不已啊！它的根源就在那个什么执着上面。那为什么会执着呢？往往我们着相，比来比去，人比人气死人，是不是？啊，比来比去都觉得我不如他，我就还要怎样，还要如何如何。其实随缘尽分就好啊，对不对？哦，没有绝对的好坏。我们看到以为他很风光，但是不知道他付出多少的代价，对不对？哦，虽然我们没那么风光，但是我们如果活得自在一些，是不是也比他幸福一点呢？啊，哦，所以那种所谓的幸福的感觉，应该说是知足而常乐的，对不对？哦，所以呢，这里就是讲到啊，这个所谓的祸业苦，那么业要灭于祸啊，祸灭则苦灭嘛。啊，所以整个循环最简单的，我们就说这就是这三支啊，祸、业跟苦，然后又继续。所以我们说这个灭要灭于什么祸？此无物故彼无，此灭故彼灭，对不对？哦，但是我们真的是此生故彼生，此有故彼有，然后又此生故彼生，此有故彼有，就一直循环嘛，对不对？哦，所以在这里面，这是结果，结果是下不了手的，都要从因呢。为前面的因下手啊，那可以说这个透过因还有缘而还有果啊，对不对？啊，但因为有果之后又会造成我们什么祸的因，所以说灭因灭于祸嘛，对不对？祸灭则什么苦灭，祸能够灭，苦自然会怎样，会灭掉，对不对？啊，祸灭则苦灭嘛，啊，解脱于痴爱啊，解脱于痴爱，主要我们的这种业缘来自于我们的痴爱，啊，所以可以现证什么涅槃呢？所以我们说，哎，一个豁达的人比较好过日子，是不是？看得开、放得下的人好过日子啊，啊，所有的人因为不准呢。他就巴不得说天下的人都应该跟着他，为什么？看到说嗯某某人那一下六条啊，一点不够怕扁，不够努力，他以为自己的那个物质才叫做努力啊，那不见得吧，是不是？我们的努力也可以很达观的努力方式，也可以很物质的努力方式，所以物质的努力方式说是其实我们难免有所求才会物质的，因为所求的呢不合乎人意嘛，对吧？不合我意啊，所以
所以我们就付出起来，因为我们会设想，我们会去妄想结果，啊，希望获得什么什么样子的结果，是不是这样子？那也发现说，哎，怎么不是不如我们所想象这样，所以我们就开始物质起来了。哦，一旦物质的时候呢，那么我们所见、所闻的这一切呢，其实都有点扭曲啊，是不是？哦，所以看别人啊、没有物质就也不大顺眼哈。对，我们会有这种同理心啊，我物质你也得跟着我物质才对啊。怎么可以让我一个人不准啊？其实不尽然，是不是？哦，所以呢，透过佛法可以很，我说透过佛法，其实哈、在做事情方面，只有随缘尽分的法则，真的只有随缘而尽分。因缘来了，我们就应该接受，是不是？啊、就应该去承担。但是呢，我们尽心力就好了，不一定是做最好的哦。要去追求100分，那是不可能。但是如果追求80分跟90分的那个努力的代价是不一样的，不是只多10分，那个多10分可能多一倍两倍的付出。哎，要是我只要80分就好，不要去追那个90分。当我有80分以后，我再来稍微进步嘛，81、82、83，对不对？而不一定说我一定要定在90，定在90给自己很大的压力，甚至很多人说定100分呢，哦，那是更不可能的事啊！哦，如果能够100分就成佛了嘛，是不是？不可能啊！哦，所以对自己不一定要把标准立得很高。我们先打我们的低标准，再从低标准变中标准，再从不中标准才有高标准嘛，慢慢来。哦，就像我们三套二升期间的过程，其实我们第一套二升期间也是只是低标准而已啊，对不对？我们低标准能达到，才达得到第二升期间的中标准嘛，对不对？也才能够达于什么第三套二升期间的高标准，是不是？哦，所以我们不要好高骛远。那么真的也是痛苦烦恼的来源，但是我们妄想的哦，一下就一步登天那是不可能的啊。所以当我们标准不要一下子给自己定得太高，反而知足常乐，随缘尽分啊，随缘尽分，这样子也比较能够解脱于什么痴爱、愚痴跟我们的贪爱，对不对？一个是理上的，一个是情上的嘛。好、哦，在这种痴爱里头，能够逐渐的放下执着，能够放下，其实呢，可以现证涅槃之乐。所谓的涅槃呢，就等于当我知足的时候呢，其实心里是落实的，是平稳的。啊，那么外在不管是高是低呢，我们不去执着，我们的痛苦就在于我们一直执着外在的，一直比来比去。其实尤其禅修话，我常说，哎，有时候禅师也会讲，跟自己比，你不要去跟别人比说，哦，这个功夫如何又如何，我做一个小时他做2个小时，哎，那你这样就很难过，你没有办法一下子从一个小时跳到2个小时。但是你跟自己比啊，我如果我能做1个小时，我慢慢再多5分钟，再多个10分钟，再多个半个钟头，是不是？我自己慢慢的累积，无关生死，说实在是生死，这个什么个人生死个人了啊，有什么可以比的呢？对不对？就是要跟自己比一比，而不是一定要跟外在的比啊。所以跟自己的比呢，其实是希望我们的道心道业的进步而已，也不是比外在的这些形式啊，不是。好，那这个道心道业的比，让我们的进步之后，其实是让我们能够解脱于痴爱，现证涅槃的啊，是让我们去感受体会那份平静，如果我们不往外追求。
我们可以收摄到内心的世界来，它会是一个很极静的一个世界的，在这辈子里头就可以体会，不是一定要巴望的来生来世啊，现在就可以去实践它的。当然我们先从低标准来实践嘛，所以就好像说在我们这个年代读个大学毕业就已经还算了中的了哈，从来没去想什么读什么研究所等等，出家个十几年发现说哇天哪，怎么现在都是研究所以上了，我就想哎呀这辈子嘛没机会念研究所，我下辈子我一定要读完大学就继续读研究所，甚至就可以再继续读继续怎样，后来想想我也不一定要等到下辈子，是不是我干脆这辈子就开始努力一下嘛，是不是这辈子就有机会努力啊，不一定说巴望着我下辈子去下那么大的愿，然后我这辈子又不去做它，我知道我这辈子就能做多少算多少，对不对？如果是自己的一个心愿的话所以这辈子就可以去稍微做一点实践，不一定要等到下辈子虽然比较晚一点，对不对？但是它还是可做可行的嘛尤其在像在这种时代，对不对都是那种终身学习的这样子的一个社会风气呢，机会更多嘛所以这个只要我们能够去舍弃烦恼的话，其实都可以感受到一点点的涅槃之乐都能够得到一份的法喜，从法喜就是它是从暖胃来的嘛，暖顶忍是第一嘛，对不对？如果没有暖胃的话怎么可能谈不上涅槃但是这个涅槃就是那种极静的感觉那是可以见证的，在这辈子有余涅槃，有余一的涅槃是可以的并不是一定要巴望着我下辈子如何如何在这辈子其实就行，我们放下一丝的执着就见证一丝的涅槃，放下两丝的执着见证两丝的涅槃，当然不一定是这么样的数字了只是一个形容真的，当我们能放下的时候真的会有灵犀之乐那就是一种极静涅槃之乐，它不是非常玄是很实际的尤其我们说那种涅槃的感觉，那么那本书不就叫静止的流水吗？水在流但是静止的，将来有机会一定把那个我对我父亲有一幅版画我常讲但是一直没有秀给大家看看到他有一幅版画就画了，就是刻着那个在水中的那个水牛，那个水是流动的，但是那个牛非常安乐自在的就浮在那里牛本身非常的很自在的那个感觉，但是水是流动的，水是流动的，让我也是看到那幅一直想到所谓的那种静止的流水静止的流水，所以这些其实也都可以在日常生活去体会对，尤其对法性对法性空慧的体会更可以因为深入，那不是只有浮在表面上对法相的执着而已，但是对法相要认知清楚这是倒是很重要的基础因为对法相是清楚的我们才能够不着相，不然我们会以为很多的法相是我们该去追逐的呢那反而是一种错误嘛所以呢这个是属于什么灭谛，所谓的灭谛就是在讲什么，先透过除灭我们痛苦的来源之后会验证到什么涅槃的境界，灭是一种涅槃好，那么它的因呢其实是所谓的道谛，如何的达到刚才讲的那种现证的涅槃之乐，那么它的那个
答案哈、啊，其实在于什么？道地啊，在科判表的第十九页，道地有没有？能灭苦集者，唯有一圣道，三学八正道，能入于涅槃呐、啊。那前面讲了半天哦，可以现证涅槃乐啊，那是不是会觉得，哎，这个好像可以，好像是要可以跃跃欲试的，是可以去实验出来的。确实哦，啊，那么这个道地上面其实就告诉我们怎么去实践。啊，在这里说能灭苦集者嘛，啊，能够跳出世间法的这种苦集二谛，啊，跳出就是一种灭，就是灭除嘛，啊，灭除这个苦的因果的循环，苦集二谛是不是相勾缠的？啊，那么能跳脱的出来，其实也就是灭除，啊。能够灭除苦集者呢，那么唯有一圣道，只有一条道路。什么样的道路？其实不是，不是那种唯一的意思了，就是说它是一条很重要的道路啊。这条道路呢，也就是所谓的什么三学八正道，透过三学八正道所证得的哦，所以呢能入于什么涅槃嘛，哦，能够现证涅槃之乐，是离不开所谓的什么三学八正道的，啊、哦，所以是出离生死的一圣法，一条道路了，啊、哦，所以我们一条道路，其实我们说也不是只有一件事情，而是什么，就是三学八正道的这一条道路。啊，所以这个三学，所谓的三学呢，叫做三增上学，啊，三学。那么在176页的第四行，啊，不出于三学哈、啊，这个也就是说，要现证涅槃之乐呢，必然一定要从什么三学八正道这条道路。好，那么所谓的三学呢，叫做三增上学，也就是所谓的增上戒学、增上定学跟增上慧学。所谓的增上呢，就是它是有力的，而且能为它所应依的，啊，就是能够依着这个戒增上学啊，增上戒学的这个增上哈、啊，它是不只是戒，而且呢是透过实践的用功实践出来的啊，因为这三学它本身有相依相因的什么关系，是解脱者所必不可缺的什么学程啊，是不可能少的，如果少了三学八正道的话，是不可能解脱的，是不可能现证涅槃的，啊，所以这里说绝对没有不修戒而能成就定，也没有不修定而能成就慧啊，啊，那么也没有那个不修慧而能够解脱的道理啊，所以其实佛法那个次第讲得很清楚的，对不对？透过戒而定而慧，啊，那么尤其在这个道地上面啊。那么最常用的内容，那么还是什么八正道，也就是所谓的八圣道分，成圣的正道，啊，超凡入圣的正道。那么有八种成分，啊，那么就是所谓的正见、正思维、正语、正业、正命，啊，还有呢正精进、正念、正定。那么其实这八正道呢就是三学，就是三学。那么在177页这里有表，有没有啊？戒定慧三学下面是什么八正道，那其实这八正道它还是可以归类在这什么戒定慧三学当中啊。属于戒学的部分就是正语、正业、正命、正精进啊，
定学呢，正精进、正念跟正定啊。慧学就是正见、正思维到正精进。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所谓的精进有没有正精进，它是不是通于三学啊？三学都需要。所以为什么这三学叫中上的，就其实是透过精进的正精进所形成的一股很重要的力量啊，让我们能够这个不懈怠的啊，随时都能够提醒着我们的啊，所以这戒定慧三学是非常重要的啊，戒定慧三学啊。啊，那么跟八正道啊会有这样子的一个相应的关系啊，所以如果没有这个八正道的话，那是不可能什么入于涅槃。所以我们就要知道如何能够证得啊，能够现证涅槃乐啊，就是三学八正道嘛，对不对？就是透过道地啊，所以我们说要慕灭，那么就必须怎样？修道，仰慕、如慕、可慕，所谓的灭谛。当他这个灭谛是透过灭除痛苦的根源之后所现证的什么极灭之乐嘛，是不是？啊，那么他的道因呢？他的因在于修道，如何的修道？三学八正道，就是三学八正道哈。好，那么这三学八正道呢，以科判表来说的话呢，那么它就在于这个第21页，21页到22页啊，后面几乎所讲的都是什么三学八正道嘛啊，可见其实我们说三圣共法哈、啊，三圣共法其实最重要的就是什么三学八正道，五圣共法要怎样？三福行是不是？是不是要修三福业啊？啊，三福业，布施、持戒、修定啊。而且在五圣共法的修定哈、啊，导师讲到要怎样慈悲喜舍四无量定啊，慈悲喜舍的四无量定，因为从慈悲喜舍可以从人圣而到达菩萨圣啊，从人圣。进步到菩萨圣，其实也从慈悲喜舍啊，对不对？先从凡夫菩萨做起嘛，啊，好，那么所以三圣共法，啊，如何的去行持，最重要的就是三学八正道，啊，其实就是所谓的三学八正道哈、啊。所以在这个21页的上面有没有三根上学？他有个别想道地，是不是？在23页啊，在23页的上面有没有个二圣行果？到底如何的行得什么样子的果？里头会有个别想什么道地，它的关键在道地上面啊，才有机会怎样释出啊，对不对？才能够跳脱出什么苦集的世间法啊。所以它这个类别啊，它的这个阿拉伯字的标在47页，对不对？然后呢在48页就可以看到在21页什么三增上学嘛，还有呢八种正道，是不是？22页最后呢总集道品，是不是啊？所以可以知道这个三学八正道的一个重要性啊。所以这三增上学，那么会从科判表的第20页到21页，是不是？好，好，所以我们先来看第20页，19页哈，第19页，20页这个地方，第一个叫做什么？戒增上学，对不对？然后定增上学到什么？慧增上学，啊。那在戒增上学上面先讲施罗的内涵，就是所谓的戒的内涵啊。第二个呢才讲到什么六种的修法啊，有六种修法。好，那么在施罗的内涵会有一个总说啊，跟什么
类别，对不对？啊，要习惯看科判表哈、啊，嗯，有现成科判表是最方便不过的，啊，要写科判表确实很不容易哈、啊，不是一般人能写啊，哎，所以我们透过像经典很多高僧大德，对不对？也都写了科判表，啊，我们起码要有能力去循着科判表来理解哈。啊不一定要求我们自己会写，但是起码我们要去理解解经之后的行经嘛，对不对？然后要去实践。好，所以在十九页这里的施罗内涵的总说啊，说初增上施罗，心地净增上，护心令不犯，别别得解脱。那么也就是在我们的177页。这一段对不对？好，所以在这里说到在道地啊，所以这个也就是所谓的道地，对不对？好，所以在四圣地里面，其实道地是最重要的，对不对？啊，灭道是出世法，苦集是什么世间法嘛？啊，那么能够从苦集的世间法跳脱出来，它的一个最重要的因就在于什么？道地，那灭地是结果啊，得涅槃之乐，那么那是结果了啊。但是呢，如何得涅槃之乐，那么要先下因，对不对啊？所以这里讲，在道地的说明当中呢，八正道的体系是最完整的。那么先依着三学啊，先依着三学，然后说到慧学的时候，再来叙述所谓的八正道。啊，所以会先从第初的啊，说到什么呢？增上施罗，增上施罗。那所谓的施罗，它是梵语啊。如果翻它的音过来，那么就叫施罗。那它的意义呢，叫做戒。所谓的戒呢，它是平治，是清凉的。啊，那所以一听到。戒呢，这就讲到就会觉得说啊，就是戒条，就是一条一条一条的戒，那就会觉得好像一条一条都在束缚着我们，是不是？啊，刚开始学佛也会有这样的一个苦恼，会觉得哎，不学佛不打紧，一学佛越学越束缚，是不是？怎么一条戒又一条戒把自己捆起来？啊，那是我们不理解戒的精神，对不对？啊，其实呢，戒本身。也让我们自己对自己有一个这个管束的作用啊，啊，觉知的能力，那么知道什么是该为的，什么是不该为的，才不至于犯戒而怎么堕三恶道，对不对？啊，起码如何的能够保持人生，啊，是很重要的一个法则，原则啊，啊，所以呢，这里讲到说。其实最重要的是戒的实质意义啊，而不是那个一条一条的规范的问题哈、啊。并且呢，这个戒有它的那个作用。所谓的戒最重要的就是要怎样止恶行善嘛，对不对？让我们的恶念能够止息下来，我们的善念能够不断的升起啊。啊，所以并不是要去制定这些规章来约束我们，而是要从我们的什么内心的。静智所得来的呢，要净化我们的内心，所以叫做什么平智啊，静智平智啊。那么，因为我们这种烦恼会扰动我们的心，那么会为非作歹，那么其实是热恼的，是忧恼的，忧悔的啊。如果我们的心能够持境界，就不会悔。就能够不悔，不悔就能够得安乐，所以呢，戒也是什么清凉的意思啊，清凉的意思哈、啊。所以所谓的持戒，就是让我们不悔。我们经常会后悔，后悔什么做错事情，是不是？为什么做错事情呢？就是犯戒的关系嘛，对不对？不能杀生，天天去杀生啊；不能偷盗，又去偷盗。之后可能会反悔，就会反悔啊，啊，毕竟是个人，那么有惭愧心，啊，因为有惭愧心，其实回头想想会追悔的，
所以我们持戒呢，就是在激发我们的那个惭愧的心，让我们能够怎样不悔，所做的每件事情都不至于是犯戒的啊，不至于是造恶业的，那么就不会回头去追悔嘛啊。一旦不会去追悔的时候，心里会是坦荡荡的啊。那么那份坦荡荡的话，会让我们感受到一份的欢悦的心啊，并且会有一种喜悦的感觉，那才谈得上能够止，能够定啊。所以我们说，在修定之前啊，没有持戒是不可能的啊。要持戒要修定之前，必须怎样依持持定戒，有没有？在五圣共法里头其实也提到，对不对？啊，为什么要修定？希望我们自己更有能力帮助更多的众生，是不是？所以是依着什么慈悲心的关系，不要为自己的身体啊，希望他，希望我们的身体因为持因为修定而获得而获得这个色身肉体的健康，这样的动机对不对啊？并不对哈。要健康怎么办？依据医学嘛，营养均衡、运动、调养种种，是不是也能健康啊？不要说透过修定来健康，那是麻烦的啊。尤其想要透过修定来这个什么长寿、长生不老，或者透过修定能够引发神通，这些都麻烦，对不对啊？所以佛法呢，或者会告诉我们说，我们为什么要修定？因为慈悲心，所谓的慈悲心是什么？利他的心，是清净的心。如果为自己，就是一种杂染心嘛，是不是？如果为自己的身体的健康，为自己的身体的毛病，为想要神通，或者为了想要什么，是不是都杂染了？为自己本身是杂染，这样的修定是没有意义的啊。所以要依持持净戒，要持守清净的戒后，好，这是必然的哈。就对这里会讲到，一定要让自己是持戒清净的，才不会忧悔。因为如果我们持戒不清净，在这边忧悔不已的时候，当我们坐下来的时候，那个心也会噼噼砰砰，会跑出来。忧悔的事情会现出来的，你就很难定，就真的很难定下来。好，所以是坦荡荡的，是没有附藏着一些这个污秽的事情，你才可能有欢悦的心，才可能止息的下来。这个是很重要的原则啊。所以这里也讲到嘛。如果我们的烦恼满地，如同满地的荆棘，那么一定怎样？家谷不生啊，好的稻谷怎么生得起来啊？对不对？我们的烦恼一大堆，这个持戒不清净，这个禅定怎么生得起来啊？那是生不起来的。所以我们心地的清净的戒啊，就如同置地去草一样嘛。那么才能够成长出什么功德苗来啊。所以说啊，怎么样得到清净？那么就是要透过什么？透过信仰，透过皈依。所以皈依的那个体啊，就是要依在什么？在信仰上。没有信就说所谓没有信仰的心是不可能皈依的啊。所以有的人说啊，我已经学佛很久了，但是我就是不想皈依，这样算不算正信的佛弟子啊？哇，那你更没起信仰的心啊。你纵然说你懂很多道理也没什么用处，你所懂的道理只是你个人的见解，它还是属于世间法的，对不对？所以呢，要先透过信仰的心，那么才可能深入佛法的。那这种也要透过心地的清净，所以
这里也讲到从净性当中会发生什么止恶行善的一股力量，也就是所谓的什么戒体。所以我们说我们去受戒的时候，就在三皈依的时候领受戒体。所以为什么会提到这个皈依，就是我们在受戒在领受我们的戒体，是在三皈依的时候所起的清净的心啊。那领受到这样的一个戒体的时候，就是将来当我们要犯戒的时候，我们的戒体会提醒这些事情不该做的，那件事情是不对的，我们自己会怎样看守着自己，这个戒体本身会发生作用啊，是会发生作用。因为我们每个人自己自制的能力是有限的，所谓的这种三皈五戒往往也都是在寺院道场当中在团体里头完成的啊，借大众啊熏修三宝的力量啊，让我们领纳戒体的时候，那么这个戒体当我们在犯戒的时候，它自然会产生作用，会提醒着我们啊。所以透过戒体呢，也就是要让我们的内心怎样能够清净，能够不犯，那才可能怎样修定。所以这里就讲到说要怎样出增上施罗心境净增上嘛，护心怒不犯，别别得解脱，那才解脱得了啊。让我们的心随时的在阻止我们的身去犯戒，阻止我们的心去犯戒，那才可能怎样一条一条的解脱啊，透过一条一条的戒才让人解脱。好，那么我们今天就先讲到这里，阿弥陀佛。